来朝圣的艺人呢，还包括金曲奖入围最佳女歌手的 Hebe， 同时还有祝凡刚啦、张栋梁啦，就连连胜文夫妇呢也都到场了。那么梁静茹是说了，她希望呢，昨天看完卡卡演唱会呢，是觉得哎，卡卡好像有保留一些实力在里头。她希望卡卡今天是第二场，能够完全爆发自己的能量，让所有的歌迷呢都可以享受一场非常震撼国际级的演唱。